猎狗岛现在这么厉害吗？我们又顶不住了！不行，被伤好之前不能逃，热死的更惨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别打了。好奇怪，明明扣的扳机，子弹却射不出。我的也是。这就是中立者的能力，中立状态下。 无法成为敌人的目标。我头上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局长，我是自己人，我刚才惹的不是你。我视野范围内所有举枪的人都将被中立者标记，转成战斗状态。射出的炮能刀会自动追击被标记的人。背后捅刀子呀，好阴险的能力啊！那么，再次中立。 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都小心，在绿巨长身边，不能举枪啊！自己人也不行吗？哎呀，风头都给猎狗党抢光了，我们把剩下的前哨兵包圆了吧！波斯丁，动手吧。 枪，请军！黑沙前哨已经团灭，龙之谷已攻陷，黑沙若不抛头露面，就是默认让给我们了。老 K， 你看山坡那边。哼，我玩够了，要认真了。那是。<笑>终于啊，来了，就在这一刻呢。热神结束，来吧。黑沙组来了。啊，是天组。刚才在矿场还以为能见到火枪版的四重六连发呢。控制不好会波及你们，而且艾米说雪狼个人不坏。啥？四重六连？ 亏吧你！你会打四重？啊！我最多也只能三重，还是在有美女在场的情况下蒙出来的。他肯定吹牛吧？哼，吹！别闹了，马上就到梅德镇了。地仆，下去吧。空间结界。 五重，第一次见五重啊！一招下去死一片。疯牛帮四位堂主、猎狗党五位局长以及手下，先把这几个人找出来，开始扫描，你知我知。我去，第一次我被别人标记。 看来他能感知敌人的威胁指数，他就是天族最强的新闻犀牛仔，跟传言一样。在这能力面前，似乎没有隐私啊！讨厌的感觉，敌人的等级、能力和招式都逃不过我的全扫描。大蛇打七寸，擒贼先擒王。哦，<笑>看来我先被盯上了。 这就是梅德镇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哼，没想到吧，梅德镇是西部少有的沙漠绿洲。开火！开火！先下手为强。曲线弹道，就算开枪口也没法躲了。为什么？ 是矿能枪的能力吗？这是普通的左轮，打出曲线弹道是我独有的技能。在子弹出膛的瞬间，甩动手腕，拧成随机曲线，这技巧在西部会的人不多。看来必须下先手啊！那我就再封一次，你这瘦猴子，在风魔乱舞近距离无死角狂射中倒下吧！
以变身。他是寄生型的旷世能力者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！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金戈铁马战虎修，纵横疆场数风流。各位兄弟，今日定要扫清倭贼。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邪鬼正面刚，我是平安镇的警探泰伦。发展刀鸳鸯月，地下拳赛鲜血飞溅，文圣拳，空手道，各路高手擂台激战。谁说传统武术只是花架子，技上拳台，生死勿论。今日看国术如何成为功夫之王。史上第一祖师爷，我麾下弟子出手，谁与争锋？乖徒儿们，快到为师碗里来。